喝好水了吗？我们这次好像不知道开始了吗？这次是真的开始了吗？我去，是真的开始了。找个好角。那刚刚是开始了是吧？哦，在哪？我突然想，你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儿。刚刚已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。我们现在在上古女子监狱。然后四二三幺先给你打个招呼，你们视线太开始，他不是我这会儿吃了一点点，然后来八九六三，我是八九六三，零九哥同学，对，然后我们两个是监狱里面最好的搭档，然后我们不不不，我们监狱里最有仇的，你不要把旁，你不要把这个梗旁了吧，好，最默契的最默契的，天天就帮我，别人揍我还得帮我，对，好，来，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监狱，喂。这是算了，我们要不要带着转一下？这是我们的剧组。今天就是天气很好。嗯。然后刚刚我们一直在打架，所以现在大家处在放松状态。对。OK。那边有两个狱友。哪里啊？我现在又要偏小了。这是我们的狱友，各种狱友，我的记性已经偏到。反正就是在玩手机。对啊，认真的在玩手机。哎，我们去找一下导演吧。导演去看你了。那你去。嗨，我跟你们说一个很惨的事情，就是刚刚我们本来已经开始直播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大家都以为已经开始了，然后导演已经讲了噼啪啦噼啪讲了一串了，然后发现没有开始。嗯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漏掉了导演讲话的那一段。但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补上。导演就是夸了一下九哥，然后觉得他特别好。我夸了一下我俩。对，特别能打，然后对，说我们特别棒，说我们特别能打，对，然后一定要说让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，嗯，对对对，让大家一定要看我们的剧，对，然后我们要不要带大家去景区里转？景区哪里有景区啊？景区里面啊，洗澡，可以，对对对，好了，这是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拍摄场景，然后这拍摄场景，我相信。不是，我相信八九六三同学有叫自己，不要自己，对，突然黑一片。我相信八九六三同学对这个场景是记忆犹新。对，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打了三天了。对，这个地方，哦，我瞅是什么？嗯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，对，还可以，有那个有环境光，有环境光。爸爸刚刚在说什么？他们在说。你这样看，为了支持的，为啥是囚犯装？因为我们天天都打架，所以当然囚犯装了。宝宝，你的军装呢？你的军装没有军装，他是说你不是有军装吗？我们不是真正的军装，偷了一下。但我觉得真的还是那个，我竖着，然后横着还是竖着？横着还是竖着？横着吧，要横着。然后我看什么？我要在这个角度上看我大近视眼。哎、老公，他为什么管你叫老公、啊？不知道，很奇怪。是因为其实你很爷们儿。不，你要我们现在很无聊哎。对，那你说一下吧，说一下我们这三天的体验吧。对，就是这几天我们都在打架，然后，哎，我想去做那个车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你去做呀。我们俩可以。哎，你在哪儿？我们俩可以坐在秋千上吗？感觉可以一人坐一个，但是那个很低，那个得踩。算了吧。我觉得我们还是我们现在很无聊哎，不知道说什么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大家提个问吧。什么时候杀青？过年前吧。嗯，过年前我们就可以杀青，然后就开心的去过年吧。小区被弹幕挡住了。啊？这也行。嗯。我们换个边儿。这样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可以。你睁得开眼睛吗？我睁不开眼睛，但是我有手。挡住吗？不行，我现在像个瞎子一样。那我们要，我去，好像，哎，你是不是昨天受伤了？这个人，哦，对，不是我打的，不是我打的，不是我打的，是这个人刚刚跟我们说直播已经开始，我们讲了好一大段话，他告诉我们没有开始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白衣男子，请大家记住他，白衣男子，完了，你摊上大事了，我摊上事儿了。然后呢，后面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剧照跟花絮，本衣女子，然后呢，要知道是面美吧。然后呢，看看
还有谁啊？哎哎，就是，不要走，对对对对，我的兄弟，对，我真的老了，看看你俩像不像？他是刚刚是过去的紫衣男子，是我的替身，对，我的他开始武器。哇塞，这里我活力活过来了，没有太阳活过来了。然后九哥也有一替身，嗯嗯，但是他也是一个男子，没是。不是啊，今天有一个哇，今天是个女子，然后呢，这个人我后面这位灰衣男子天天叫我们去现场的这位灰衣男子，嗯，还有后面这位正在拍的，哎呀，这么拍呀，后面这个是我们的，哎呀，这么拍呀，哎。这里有一个正在看我们直播的，我真的是我在看。天哪！哇，感觉这里也是一堆人在看我们直播，我也不是很懂。不是真的要这样，你们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？Hello，Hello， 照相册吗？这是我的。我来照一下。我们的英语。对，哎，他好像都，他都是我的社团。对，哎，有人有吗？我没有吧，有小白菜。没有，你的伙伴都在。山东婆呢？山东婆在。对，他们都是我的敌人。我这里还有一个。谁是你的敌人？这里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哪来的。我是你的好朋友，在这里是。不，我是小白菜。啊，行行行，你是小白菜。我是小白菜。这里还有一位。我从来没有动过手。今天在的都不是我的好朋友。今天他孤军奋战，都是我的敌人。没有，其实只是说，你那一伙人现在正在不知道去哪儿玩去了。我那伙人被揍晕了吧？大概。你那伙真只有我，我是小白。反正咱们两个打的时候，他们一直在旁边当吃瓜群众，我都也没有人帮我。看看那个，我看不见太阳。我真的觉得我们找一个阴凉地方不多吧。去吧，去哪里呢？去。我们不能找这么绿，不要这么蓝色的吧。这么蓝，这么绿。嗯。哇，他们老拍我什么？我看一下他们会不会有问题。我帮我拿一下，这个。说注意身体，让你杀青了去取他。啊？然后。这事我帮你回了啊，我们有官配，我们官配，不要打扰我们两个恩爱。然后那个一圈敌人，哈哈哈。哎，这个这位小哥也不知道一直老拍我们，不知道拍什么，给你上个镜吧还是？哎，谁拍我们？你的姐妹来了，你的姐妹来了，要给大家算了吧，失散多年的姐妹。啊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哎，你说一下，我们去敲河吧。我们，你要说什么呢？我们去敲河吧。你不要把手机淹了。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我跳河吧。说一下我们怎么认识的吧。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就是我被关进监狱，咱们就认识了。其实我认识你比那更早，是我被你的亲人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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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我们进监狱就是互相伤害，嗯嗯嗯，老是互相伤害。今天不是我打你，就是明天就是你打我。你见到我会紧张吗？现在？嗯，现在还行，就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见到这样一个人，就对你又凶，然后动不动就是吼你，就是没有跟你正常说过话的，然后又要打你的人就特别恐怖，就是这位。天天打我的就是他，不要被他现在的那种无辜的给欺骗，真的就是他天天打我。但是我有一点要说，就是我不管怎么打你，他都有还回来，而且是加倍的还回来。哎、对对对，我们这几天吧拍的，对，都是我们俩在打架的，对，互相伤害。对，这一架就会分出一个，到底是谁赢，到底是谁输呢？嗯，嗯，就会分个胜负了。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吧。然后我们这个戏不是一直在玩游戏，看比比谁差啊？对对对对，你觉得咱俩谁比？嗯，就是我们各自在最惨的，想一下，对，可能你谁前面最惨，谁后面最惨，都对对对，我觉得各有各的惨，对，在各自最惨的时候，我正在，有人问我的哈哈呢，
你的哈哈哈哈是谁？哎，好神奇啊！我们这样讲话，他们听得见是吧？他们是听得见的。还要问为什么那么久了，你们俩还在坐牢？不是，我们就是偶尔出来放放风，但是基本都在坐牢。这是个复杂的问题，对。而且我们就属于那种，就是因为就可能在监狱待的时间很长，就是老是密谋一些想要造反的一些东西，就是挺精彩，但是也真的挺虐的，因为挺惨的，每个人都就各种被揍，然后挨子弹，其实我后来细想了一下，我们正儿八经在戏里合作了三次，假合作，真合作。你看第一次不是我帮你挖的坑吗？哦，那个是真合作。对啊，第一次我帮你挖的坑呀，然后后面我们俩一起吃那个屋顶的时候，你并没有想要合作。可是我们还是那个是假合作。那我们还有一次合作呀，我们还有一次那个我想想，不对，肯定是三次。不要，要干嘛了？难道是？你再想一想，我记得是三次。最后肯定是合作了吧？对。然后，还有一次啊，你不是嘟嘟吧？不是嘟嘟。刁姐，你的小伙伴说了，等你直播完要把你扔水里。为什么？那我哪知道啊？那儿呢？俩人密谋好。哎呀，造反！为什么？啊妈呀！我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为什么你们要密谋把我扔在水里？不是他把我们带去越狱，然后他把我们扔掉了。有人问你俩打真枪爽不爽？打真枪爽吗？挺爽的。好吓人啊！我觉得我会被吓到。哎，我为什么哦？我们缠着这个纱布呢，就是我们就是像打拳击一样，就是缠着纱布去打拳击。然后我们这几天已经把这个缠纱布这个动作练得炉火纯青。对，来，你拿一会儿，去介绍他们。为什么要去一遍。你先介绍一遍。啊，我可以给你端一会儿，你再说一会儿吗？我不要。来聊一下为什么想把我扔到水里。他们，我们谁？叛变。对啊，就是他们。因为。我何时回来？口干舌燥。我的妈呀，这脸皮是这样。你好意思吗？就你裹着围巾。他今天是个狼外婆呀，表姐。举这个是挺累的。这个。你看，就是脸皮。我跟他是好朋友，我是小白菜，我从来不欺负他的。假的。好好说话，小好好说话。你看到没？好好说话。我是不是你的好朋友？威胁我。我是不是你的好朋友？是狼外婆。你是狼外婆，哎呀妈！聊聊你是怎么遇的？我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聊一聊。我们之间的关系还用聊吗？对啊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两个才怎么有关系？没有我们跟你的关系。聊聊你们的塑料姐妹花。塑料姐妹花是真的，哎，真的。你说，你说我带了塑料姐妹花。我带了几个好吗？我真的我带了一帮手下，然后最后我们一起越狱之后，我们最后一起越狱，不是还是我跟他一起越的狱出去的，对，所以就变他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。还说你也是要姐妹花吗？对啊，你明天说了要找我合作，对，你说要找我合作，然后我们一起摔下窗户之后你是怎么？然后你放了我们鸽子。我们就挂掉了。你看，我帮你挖了个地道，然后你又放了我鸽子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次没有，第二次你跟人说我们一起合作，然后我们从窗户一起掉下去。不，我那是良心过意不去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，你懂吗？什么是不对的？不是第一次那啥吗？对啊，你俩是 CP， 那你还挖坑？就是我没有挖坑，我本来是想救你，你们想要出去吗？那是因为你们。哎，要不你俩把那天那段演一下，我给你俩拿个对。对，我们是那个霸道总裁。干嘛？霸道总裁，霸道总裁操场。很恐怖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来了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了！八九六三，赶紧回来吧，快！你快回来吧！你快回来吧！妈呀！还有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我记得他们好像刚才说那个，说你有一个绝招啊。我没有绝招。你有啊？说啥绝招？你不是有后踢腿吗？不踢了，给大家展示。不，真的不了。要断了。这个大家到时候看剧的时候再看吧。他有个绝招，我们一人都有一个绝招，但我那个没有那么好看啊，就是他的那个特别特别好看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就穿成这样去打那种绝招，真的有点。
不是那么的美妙，就是真的有点像大妈。我们是路过的都拍影。路过，这是我们摄影师。进车。车。哎，你的伙伴终于来了，快去。不，他是凤姐的伙伴。Hello。哎，这个太阳。太阳看不见。又是。对，就是好人嘛。对。我们都是好人。我们都是好人，最大哎，这不能说，就是。这剧里吧有，我就在这儿。你说那个，这个是最大的好人。对，这剧里非常大的一个好人，太会聊天了。哎，我鼻子都啥拉出来了？小白菜挂了吧？哎，高级塑料花真的没有。留给你，你播一会儿。塑料花。哎，我跟哎，你们看啊，你们看我们背景那两个人。那两个看到没有？那两个，那两个就是我们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姐妹。对呀、啊，对，那个绿衣服的是，他的孪生兄弟。应该让他们猜谁是谁，来，我们偷偷过去。他们很好笑。然后结果我们去了，发现他们在干。密谋要把我们扔下去，对不对？其实他很好笑。不是这个那个，是那边那个是吗？啊！终于露脸了！像吧像吧像吧，看像吧！来吊一下！来，像吧像吧像吧！来，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姐妹。哎呀！票房大卖啊！大哥，你能跟大家透一下，我们后面还有什么可怕的动作要打吗？各种打，各种摔。这个很搞笑。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戏啊！这个戏一定会特别好。啊，真的很好笑。有人问你们四个的口红色号是什么？我们，那就是唇膏色号是多少？我，DSC 保湿唇釉。我没有涂唇膏。他竟然问他们色号，口红色号，真的是。你的口红色，你有涂吗？也是唇膏，对，我用的是那个什么来着？那个什么什么，那个什么来着？是那个小羊皮的什么的唇膏？就是唇膏，润唇膏，大家的。对，我们用的润唇膏，可能我们现在真的太热了，看起来真的像涂了口红。哎，有人问你们觉得民国的造型如何？民国的造型啊，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。不要看了，真的很丑，我还穿的雨靴。就我们大部分都是穿监狱装，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在监狱里生活。然后背面还有个号。对，还有我们的编号。然后出去之后，就我的风格都是那种比较，我出去之后也没有干什么女孩子该干的事情，就是都是干了一些男孩子在干的事情，就是打架呀，那种什么什么的。不止吧，你还办厂了呢。哦，那是个女企业家。就是我出去之后都是干一些很，就是很正的事情，要么是关于一些武术方面，就是武馆啊什么什么，就是都是走打吧。我觉得这部戏咱们都是走打，就是打戏路线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然后一路打的发家致富，走上人生巅峰。对。然后还掉了个男朋友，但你男朋友没有你有钱吧？谁呀、啊？龙四儿吧。哦，我知道我们是官配嘛，但是那个，我遗忘了，因为面子嘛。我因为这部戏里面，我确实大部分都是在就我跟监狱里的女生里面拍，就是大部分都在跟女生里面拍，就是跟外面的没有太多啊，真没有太多。也花了不少时间谈恋爱啊，都双双追有啊。我觉得肖云峰追进监狱里了吧？哦，肖云峰。我们俩那啥，你们谈了个假团结合作，对对对对对，团结合作，对对对。居然还有人问剧名叫什么？来，三二一，请赐我一双翅膀。真的赐我一双翅膀，我真的想飞离这里。嗯，对。然后今年是小菊的本命年。哎，谁提的本命年这个事情？真的。谁提的本命年这个事情？哦，一般本命年都会大火。谢谢你。对，本命年真的，我
是第一次本命年的时候也不知道要干嘛，好像就是最近有听说什么本命年一定要用什么就是红色的东西。对，我回头把我那个红色给你吧。还能这样的？对，就是反正有很多红色的嘛。有红色的对吗？哎，那你应该有红色，你有红色的衣服吗？嗯，好像有，但很少。是的，你是剧里有个红色帽子吗？算红色。有人问一彤姐，你是浴霸吗？我才是浴霸。对，他说的特别对，这个才是浴霸。你知道他揍了我，揍的多惨吗？我才是大姐大。你知道过两天他又要打我，他天天都在打我。谁也不能跟我抢浴霸，我跟你说。浴霸说的说的说了说了说了说的像那个浴霸一样，就是洗澡那个浴霸一样。我现在每次录那种自我介绍都是我在这部戏演个浴霸，不是洗澡的浴霸。对，真的就开，我们一个前浴霸，一个后浴霸吧。曾经的大曾经都是浴霸，对，只不过我们都改过自新了。就自从他来了以后，就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当浴霸了。对，搞不过我，因为我连最厉害的都可以干翻，还是可以的。而且最怕的就是那种又有头脑，然后又有实力的那种，就是说的就是他。哦，是对吧？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你是怎么从一个学霸变成浴霸的？就是首先我让就是学了一个有一个很好的学业，然后学业就是完成，然后归来就不小心怎么了，就是进了监狱，一个不小心就进了监狱，然后就碰到了这位，就碰到了我，就是天天打人的，然后就在监狱里就。先肯定是会恐惧，会怎么怎么样，然后后来就振作起来，你知道，振作起来之后我还是蛮厉害的。关键是我教会了他所有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。对，然后他就很厉害，对，就跑出去了。也没跑出去，我是正当的出去了，你才是跑出去的。我不是又被你关回来了吗？可以。你终于明白我前两天那个眼神了吧？就那种。临近结尾，大家说一说春节的打算吧。马上要发行了。春节你要干嘛？你要去？我拍完这个戏，我说实话，因为那天我一照镜子，我发现我这张脸已经不是我自己了。老了十岁是不是？超级就白头发的长，有吗？看不见。好吧，那就算了。但真的，这部戏已经感觉我要不行，我要脱离，所以我拍完戏我要出去度假，打算找一个温暖湿润的海边城市。我的话就回家过年嘛，就很简单，也没有啥特殊要求，就是我就是喜欢睡觉嘛，你们都知道，看电视，回去肯定就是睡觉看电视，然后去亲戚家串个门，然后看个电影，没有然后了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春节。春节会要躲避各种亲戚朋友的围堵。倒还好，还是该去串串门了，因为也是一年没见，还是要去串个门的。给大家说两句新年祝福，我们这个次直播就结束了。这个应该的。哇，我们是用群众的邀约来祝福你们俩，你们俩刚刚特别正在谈恋爱，我们祝你们特别的温馨，我们祝你们幸福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再给大家说春节祝福，要不要一起来？来吧，祝祝什么？祝大家提前祝啊！来吧，一二三，我看你们睁得开眼睛了。换个，要么换个角度，来，大家一起转一圈。好了，那就说，哎呀，先商量好说什么。我来了，好了。那我就说，快到春节了，我们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事如意，财源滚滚，天天开心，恭喜发财，耶！好了，我们要去打架了，拜拜，我们要去打架了。